大家好，我是多功能王大河。现在市面上大多数多功能一体的东西往往都是功能多，但实际使用效果根本不敢恭维。就比如这套 HDB 家用小魔盒，它号称是集电螺丝批、电开瓶器、打蛋器、手动开瓶器、手电筒、充电宝于一身，这玩意儿肯定又是个多功能废物啊！所以我准备用家用普通版跟它所有功能进行对比，我就不信它还能 PK 掉全部杠起。这个电动螺丝刀功能噪音感觉稍微小一点点，而且它还是锂电充电，电池很经用，无线操控没有局限性，省力又轻松。有了它，女孩子都可以轻松拆装，样子小巧方便，颜值高，做工也不错。就算你螺丝刀功能勉强过关，下一个。哟吼，这个电动开瓶器轻轻一按瓶盖就出来了，这两个功能居然都没有踩雷，我还就不信了。这款打蛋器的动力完全不输普通打蛋器啊，而且它的机身很轻巧，完全不费力气。它这里还有充电宝以及手电筒的功能，设计还挺贴心。正好现在到5月5日都是京东春季家装节，除了我测评的这款产品，还有超多丰富家居好物、家装建材、各式家具、居家日用品一站购齐，每满300减30。要是真开拳，我明天就加入火箭队去抓皮卡丘。期待已久的宝可梦 PTCG 第四代它雷了，建议公屏们可以把害怕打在兄弟上。 PTCG 都来了，游戏王还会远吗？我等不及了，咱们直接开整。和上一代一样，这一代不仅有异化手绘 TT、 彩色 UR 和各种金道具卡，还出现了人物 TT 卡以及全新韩规 CHR。 虽然不算有价，但 CHR 的画风和质感都是非常 nice， 非常适合收藏党们用来看花。话说回来，不管是收藏党还是打牌党，这一代的性价比是整个系列里最高，尤其是 A 盒，什么手绘超梦啊、手绘小三神啊、赤红青绿 TT 啊，这要是都开出来，呜呼，且飞。说着说着，新手包就洗出了 CHR 马纽拉。有一说一哦， CHR 这质感有种游戏王里 SR 的感觉，而且做工都快赶上手绘和 HR 了。下一包耶 TT 边，看下属性，恶系越一步 TT， 小腿但也比开刀机差强啊。这一弹的机差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后面这是啊俩花街夫人禁止套娃。下一包闪威是无网球，能换俩大白菜还行。这包呢又为啥？哎等等，差点把混沌场忽略了，这可是三十大洋呢，舒坦。接下来是 R 长毛狗白给啊，是吧，又是个 R， 也吐了呀。加快速度，两包走起。喵一好像又没变，哎又俩推包。下一组咱慢慢展开，TT边他雷了，先看后面。哦五藏和小次郎，哎可惜是张平卡，这要是全图该多好。再看看 TT 属性，又是恶心，该不会又是一部吧。勾魂眼 TT 不是给我勾走了，可他没给我价儿啊。不打紧，我相信我会讽击泰来的。我开哦吼 CHR 瓦斯弹，哎这图好好看啊，让我有一瞬间以为这是高寒卡呢。这 CHR 比那些击杀和 TT 好看多了，刚说 TT 他就来了，先把后面抽。哦差点又错过一大好东西，看看 TT 的属性先。哦莫非是超梦奥义福建烤老鼠啊，得又推了。可我看着这仨小可爱一点都恨不起来呀。下一个哦又给我一个 TT， 拜托了我不想再推了，给我个高喊超梦 TT 吧，实在不行高喊的三头王八鬼也可以接受。哇真出了 HR 的蒜头王八 TT， 哎呀翻山农奴把歌唱啊，这宝可梦的盒子也太香了吧。来吸油气，下一组边暗美山，哎古斯马人物 TT， 这倒是第一次见啊。这组看看边，哟又是 TT 边，好起来了好起来了啊。耶 MINI Q， 这卡怎么看 CV 都是阿塞罗拉呀，这 CHR 也太好看了吧。后面的 TT 哦男小鸟 TT 还挺可爱，可惜没价。最后两组看能不能出现好东西，哎 TR 贵重球巫师，这要是金色的贵重球啊，价格直接翻10倍啊。最后三包虽然对双高还没抱什么太大的希望，但人一定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一起开了吧。高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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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火箭队回来了啊，卡五藏小次郎，这要是开出个全图啊就赚翻了。要是真开出来了，我明天就加入火箭队去抓皮卡丘。火箭队最感到头疼啦，喵喵，好讨厌的感觉。哇这真出了我全图的五藏小次郎，我的妈呀真开出来了。哎呀想太像了，我已经开始期待必宝会出什么好东西了。过几天见哦周盒子，白色的名帖子等着我们呢。就是这样喵做的是。大家好，我是测评界的达文西王大河。之前网上有个小哥用玉米淀粉混合小苏打做了一块防火材料，就玉米淀粉能够抵挡高温，淀粉不是易燃的东西吗？今天哎，就要用这个方法做一道防火门。首先把玉米淀粉与小苏打混合，加入适量的白胶，继续搅拌直至成粉团形状。嘿，一份防火材料就完成了。怎么感觉就像是和了一坨面呢？这东西真的防火吗？接下来我们先测试这玩意儿究竟耐不耐高温。再逼逼一句，这种事情看我做就行了，千万不要模仿。那么结果已经非常明显了，这个东西呢当防火材料是没有问题的，这坨东西把底下这个木板保护得非常好，甚至呢摸上去一点温度都没有。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得到一扇防火门，那门上面铺一层这个东西显然是不切实际的，那么我们就需要踏踏木门。由阻燃板、波霉板、珍珠岩板三合一组成，阻燃隔热，在高温下也依然坚挺。
把手用防火五金制成，遇火时也能正常使用，还有密封阻烟技术，火灾时能充分填充门缝，而且一门一马能追溯到来源，安全，阻燃隔热时长能长达一个半小时。这火灾里真是救命啊！看到没，这才是真材实料的防火先锋盾。至于这坨东西，垃圾。铁蹄和高喊都已经全部开完了，剩下的就没有啥。不好说，万一这一盒里面要是出不来好东西，我就给他把盒子吃了，真吃撕碎了，捣成纸浆喝糊糊，有点凶残。B 包的性价比虽然比 A 包略低一点，但是也物有所值。除了能开到本代最猛的 CHR 皮卡丘，还有各种一张就能回合的神卡，比如金色 TT 哨、全图名医，甚至还能开出全代罕贵度最高的手绘三神兽。阿童说，这一代的 HR 爆率相当的高。总结一句人话就是，宝可梦实在是太香了。D 包新手就没闪了？我操，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啊！自从第三代开始，宝可梦调整的爆率搞出了无闪包。所以我非常不建议你们抽散包，这包喵眼有闪了，但好像是个R闪。第一株妙妙珠能量珠十足，小猪开。嗨，白给明明。话说回来，有些河粉们会问，高罕贵的卡战斗力一定强吗？其实不是的，像前两代的布鲁皇和喷头小丑卡组都是比赛上非常强力的平民卡组。还是那句话，没有最弱的宝可梦，只有最弱的训练师。嗯，这句话好像在斗罗大陆里面听到过。下面两包两包开，这盒的闪也太靠后了哟。刚说完 CHR 煤炭贵，太好看了吧？我觉得这一代最想的就是 CHR， 好看又不贵，收藏真实惠。后面是嗨，如丁鱼老面孔了，至今为止起码开出了三个了，后面没东西了。我的妈呀，这几包真推啊，开这么久了连个 G 叉都没碰到。哎，刚说完 G 叉就来了，看看属性。水，不会又是水晶龟吧？嗯，水系的穿山王，山里进水给淹变异了，有点意思。哎，不过有一说一，卡图还挺帅的啊。继续，哇 ，T R 龙结弓50有了 ，nice 啊！火系卡图必带，好起来了。看看下一组哈，这啥呀？麻麻麻，这长相让我有种奇怪的联想。哎 ，C H R 皮卡丘最可爱的 C H R， 也是最贵的。后面是哟固拉多。那么请问一下，还有哪个宝可梦不会飞呢？后面这组哦，波加曼加大王八 T T， 我一看到这水晶龟就瘆得慌。然后下一组白给肥大，卡都开的差不多了，高喊还没出来，说明这高喊卡有点分量。我瞄到 T T 边了。嗨 ，TT 黑白龙，白菜价，这要是手绘该多好！这盒都啥玩意儿啊？这开的加起来半盒都回不了，这一大堆东西还没这一张 TT 哨值钱。最后三组，高喊就在这里头，看到机差边了，开银半战兽20有了，后面这组 CHR 大光蛇，好看没价。最后两包，忧郁就会败北，奥义福建烤老鼠，哇 ，HR 火神鹅，又一张 HR， 供起来。到现在为止 ，TT 和高喊都已经全部开完了，剩下的就没有啥。幼儿格斗道场，见到金色传说，我还有一股很好闻的香气，牛逼了！我的天哪，开这么一大盒，磕着两张强行回合，这盒子把宝可梦是真的香啊！能上次做超大法老之车做成一泡污，原因就是里面酒精的量太少了。本来说过两天就多买点东西给大家再重新做一下超大法老之车的实验，但是因为恰饭浪费了一些时间，所以今天我们来搞一下那个超大法老之车密成功版猫砂。你是不是没带剪刀过来？没有剪刀拿什么开猫砂？信口开河。略略略。Hello， 大家好，我是埃及法老王大河。掏出我的50倍变焦手机。那么这份超大法老之蛇呢，感觉像是又失败了。这一次呢，我用了足量的酒精来铺底，但是它还是。单看最外侧这一层是已经有了法老之蛇的雏形，但是呢中间这一部分半天都烧不进去，它表面已经完全是黑色的了，但是我剥开以后发现里面的糖完全没有烧到，这就说明呢看来法老之蛇确实是做不出特别大。我估计法老之蛇的大小极限应该在直径20厘米左右，像这种直径半米的我估计不可能有人能做到，撑死了做个小的。信口开河，感觉像在玩屎。亿万大 V 教你在家放开玩儿。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内总管王大河，今天教大家如何在家里释放压力，宅着放开玩。一招王世云蹦迪，首先把窗门紧闭，拉上窗帘增加氛围，再连上音箱，音量调至最大，关上灯，自制迪厅完成。最后一音乐奏起 ，DJ 抓个币。第二招，王世云 K 歌。首先准备一个麦克风，没有麦克风的可以用花洒头代替，然后找个敞亮的地方，昂首和花洒头成45度，清清嗓子，用丹田的力量发出最洪亮的歌声。桃花仙人周桃树，要带桃花换酒钱。你吼那么大声干什么吗？你吼那么大声干嘛？你准找物管啊？其实我发明的这么些方法，为的就是能让大家在非常时期宅在家里也能敞开心扉。如果还是想出去玩，不妨先 get 一颗好想出去玩解解馋。乐宝啤酒包好寂寞好孤独的你们，把刷爆了全网的段子好想出去玩做出来了，酷炫造型独特设计弥补了你孤独的心，所以我也 get 了一颗，还等什么，左下角走起吧。有人做
了个100%成功的点水成冰的教程，就是说我来会会你，看看是真还是假。首先倒入880克苏打粉，再倒入100%白醋，成功了点水成冰的教程，然后静置1小时，1小时后加入200毫升水。小火煮至水变得有些清澈后倒入杯中，盖起来放置至常温，擦洗吧，好烫啊。等到水变成常温后，刮出锅底的杂质，看好了。失败了。哪儿出的问题？我知道了，原视频教程里那个80%应该指的是浓度，但是我用的醋是那种非常常见的白醋，浓度不够导致反应不完全，从而没有生成足够多的碳酸氢钠，也就没有生成碳酸氢钠的饱和溶液。那这杯水垃圾干。